Hello， 啊，同学你好，你好，我们是摄影师。然后我刚刚看您过马路，我给你拍了个照。哦，拍的挺好的。哎呀，早知道你在拍照，我就站直点。没有，我就很自然。您是旁边五音的学生吗？哦，对。哦，今年大几呀？我是大二，学音乐。你好白呀、啊，就给我一种明星的感觉。谢谢，没有。那个有没有人说过你像某个明星啊？有朋友说过，但我觉得像不像。天哪，你好酷啊！学音乐的人就应该这样子。我们是给学生拍照的，就我想邀请您，给你拍组照片，您方便吗？我不知道你忙不忙。我可以看一下你拍的其他的。哦，可以，你的我拍的。他们都好好看、啊、不然我们试一下。可以。